ニュースアップデート、ニュースアップデート、继续带您关心宜兰在地新闻。兰阳博物馆对面一处使用30年的山泉水接管，常有民众接水回家使用，但是该处位于省道台二线和铁路间，民众取水有安全疑虑。立委陈欧珀昨天邀集相关单位会刊，研议解决之道。陈欧珀建议当地民众向头城镇公所反映，再由公所向铁路局头城公务段兰博提出取水证的申请。对此，兰阳博物馆回应，提供民众安全的取水环境绝对是番美意，但是该处的山泉水是民间自接管线，牵涉到水权以及路权的问题，而且接管到公家机关，日后如果水质出问题，民众可能误将兰博视为权责单位，建议另外寻求解决方式。以上新闻由高佩轩编辑播报。UDN.com 带你掌握即时新闻。